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我《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70面啊，270面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六行最后一句。一心念佛，一心一见前解，指万有之实体真如。经约本经，唯一坚定之信心，不为他心所夺，为之一心。一心念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昨天从东北来了几位居士，其中有两位告诉我，在过去也是得很重的病。他们有去看医生，也没有吃药，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居然这些都是重病，都好了。身体非常健康，他今年已经70岁了。体力还跟年轻人一样。原本家人都不幸福，现在看他有这样的成就，全家都幸福了。关键没有别的，就在一心。一般人念佛没有感应，念的时间很长，效果不彰。什么原因呢？散乱心念佛，没有做到一心。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那叫一心念佛。我们平常已经习惯了，心都往外面跑，这些念头眼贪着外面的色相，而贪着音声，六根都向外缘，这叫散乱心呢。我们今天讲意念不能够集中，都摄六根，就是把这个念头集中，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叫一心，这也叫净念。相继是继续不断，能保持。这个效果就非常殊胜了。确确实实是像这些同学们所说的，他们天眼开了，天耳也开了，就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他们能看见。有些人天耳开了，虽然看不见，他能听见。都在一心呐。《弥陀经》，罗什大师翻译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
心不颠倒，那是智慧。真能看破，真能放下了，啊，感应不可思议，啊，所以问题还是在我们会不会，啊，所以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啊，本经里面这一句话。这是愿文里面的啊，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唯以坚定之信心啊，不为他心所托。这个他心是妄念啊，我们今天讲专一。专一就是一心啊，还被外面境界影响，那就不是一心了啊，一心就没有了啊，真的是要万缘放下了啊。现在这个社会，无论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从来未有的混乱的局面，妖言惑众啊，这种情形非常之多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如何应对呢？不必责备他们，也不要批评他们，就合掌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我们能做到如如不动吗？啊，他说他的，我念我的佛吗？啊，我不为所动。他要是真的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觉悟了，哎，他也能放下。啊，我们都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对什么样的境界都不迷惑。你看，三规就教导我们这个原则。觉而不迷呀，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三句话重要啊！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道士大师告诉我，他这个三规呀，像什么？啊，他举了个比喻，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啊，他说你从台北到高雄要坐火车，这三规呢就是车票，你得常常放在身上，要怕人检查。啊，从上车到下车的时候，票都不能丢掉。意思就是，从初发心到成佛道，啊，这一张票都不能够丢掉。念念的要守得住啊！啊，皈依佛，皈依是回头，依是依靠。佛是什么？佛是觉悟，他不迷信啊！啊，觉而不迷就是皈依佛。啊，决定不能被外境迷惑，
这外境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啊，不能被内心迷惑啊！内心有什么东西呢？贪嗔痴慢疑，内外都不迷，你才觉悟啊！啊，这个觉悟非常可贵呀，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啊，只要你能保持，啊，慢慢提升。啊，慢慢的，三归的光明就往外透啊！啊，这叫归福。啊，法正知正见，法是什么？经典。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都错误了。这个错误叫邪知邪见，你看错了，你想错了，啊，所以叫见思烦恼，啊，见是看错的，思是想错了，啊，因为我们见解思想有错误，啊，邪而不正。这才有三途六道啊，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如果我们的知见正啊，正而不邪，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六道轮回的现象就不见了啊。所以六道轮回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永嘉大师说得很好，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梦是迷啊，是做梦啊，说觉后空空无大千，你醒过来之后没有了，梦境没有了，醒过来就是觉啊，觉了之后这梦境不存在了。啊，佛菩萨慈悲啊，我们在梦中迷惑，他到我们梦中来点化啊，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回头啊，用什么呢？经教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世尊当年在世一生讲经教学啊，所以归法，法就是指经典啊。我们修学一定要以经典做标准啊，经典是我们的皈依处。啊，经典的理论我们明白了啊，你的思想就正确了。经典里面的教训我们依教奉行啊，我们的看法就不会错误了啊，用它来修正我们思想、见解、行为啊。第三是皈依僧啊，僧是什么意思？僧是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叫僧宝啊。如果出了家了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是非人我，那你就错了，完全错了。为什么？这全是染污
啊，我们把这些染污通通放下，身心清净，是这个意思。啊，静而不染。啊，这是世尊对出家弟子的要求啊。那么这些出家弟子没做到。我们这些在家弟子如何应对呢？他没做到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呐。个人因果，个人承担啊。我们对他恭敬，为什么对他恭敬？他的表法他提醒我了，啊，这就是对我的恩德了。我们一看到他这个样子，立刻就想起静而不染，我自己清净不染了，这就对了。他清不清净没关系，与我不相干。啊，所以一切恭敬就对了。啊，你要问那个做恶的人，无恶不作的，为什么还对他恭敬？恭敬是恭敬他的自信。你看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是众生呢，他本来是佛啊。他现在做做种种不善，他迷了吗？我在迷的时候不是跟他一样吗？现在我觉悟了，他还在迷。啊，觉悟的人对迷惑颠倒的人恭敬，迷惑颠倒的人对觉悟的人不恭敬。啊，这是正常的现象嘛。啊，我们要不是佛菩萨祖师大德了，这是教常常教诲我们也不知道啊。啊，我们的毛病习气也都出来了，错了，真的错了。啊，你看看现在学佛的同修，啊，对蚊虫蚂蚁都知道恭敬了。啊，蚊虫菩萨、蚂蚁菩萨，那个人做一点坏事，我看还没有不至于像蚊虫蚂蚁这样的。你为什么对他不尊敬呢？啊，那你不就是有分别、有执着了吗？啊，你迷了，你没觉悟啊！哎，你觉悟啊，一样也要称他菩萨了，啊，恭恭敬敬。啊，这就对了。啊，修行要在这些地方，这细心要在这修。啊，才真正能够帮助自己提升。啊，记住那个贪嗔痴慢疑。是严重的烦恼。不善的习气，啊，在佛法里面叫它做根本烦恼。根本烦恼要不断，你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啊，做再多的好事，出不了六道。啊，我们想到梁武帝当年在世，这是佛门大护法了。啊，他以他自己过往的身份，真的是全心全力护持佛法，
喜欢人出家。啊，看到人发心出家，他就护持，就供养。啊，建立道场，400多所啊，啊，护持出家众几十万人呢，大护法了。大摩祖师那个时候到中国，跟他见了面，他就非常自豪。啊，跟达摩祖师说他对佛法的贡献，请教达摩祖师，啊，我的功德大不大？啊，我有多大功德？达摩祖师跟他说，并无功德。啊，就这一句话，他就不高兴了。啊，所以话不投机，就下逐客令了。啊，请达摩法师出去。达摩祖师讲的话是真话了。为什么？做那么多好事，你傲慢的心在呀，你烦恼没断呢，哪有功德呢？福报很大，他修的是福报。啊，不是福德。啊，福德跟福这个功德不一样，他修的是福德。啊，不是功德。功德是要放下烦恼习气，那是功德。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烦恼习气是多难断的。只要这个东西夹杂住，全变成福德了。这福在哪里想呢？在六道里面想。这个诸位要知道，在六道里头想，出不了六道。三善道享福啊，三恶道里头也有享福的。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提婆大多造的罪，毁谤三宝啊，毁谤释迦牟尼佛啊。啊，他嫉妒心很重啊，看到别人修行比他好的，他就会谤。啊，谤佛、谤法、谤僧。破和合身，触福身学，你看干这么多，这都是阿鼻地狱罪。真的他都阿鼻地狱。可是这些行为衬托出佛的大德、大行、大慈、大悲，这他做了好事啊。那好事有好不好啊？没错，他的确在地狱，在阿鼻地狱。师尊告诉我，他在阿鼻地狱所受的跟忉利天差不多。但是在阿鼻地狱
不是在他里面。这值得我们深思啊！啊，就是有人堕恶鬼，鬼道里面享受的，跟天人差不多。福报大了啊！但是他在鬼道啊，有畜生道啊，享福的，畜生道里头也有修行的因果报应，很复杂了啊，不是几句话能讲得完的。啊，所以佛教导我们，真正想出离三界、出离六道轮回，不能修福，不能造恶，善恶两边都不沾。啊，这怎么个修法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恶不做断恶想，修善不做修善想，心要清净啊，在世上真的要断恶修善啊，在心地里面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做了就跟没做一样啊，永远保持你的平常心就对了。啊，也就是你用一心去做，别用二心。二心就错了，一心是真心，二心是妄心。啊，佛家常讲，世俗也说，但这个话是从佛经上来的，三心二意啊，三心二意是佛门里面的术语啊，啊，在社会大众上都用这个啊，三心是指阿赖耶、摩那、意识，叫三心；二意呢，就是意识、意根，啊，摩那叫意根，都是佛经条上的话了。三心二意啊，三心二意就造业了，就错了。这下面说，如教行行政文类，这是日本大德所做的啊，他这里面说，性要即是一心也。一心即是真实信心也，是故论主见言一心，真心真要啊，这个要是爱好啊，也能把它念作乐，那个乐就是发喜啊，真性里头一定有发喜，真性里面一定有爱好，你不爱好这个法门，你不爱好这个经典，不爱好极乐世界，不爱好阿弥陀佛，你不可能来修学啊，所以事出世间法能不能成就，有多大的成就，说实在话呢，这两个字就说尽了。你对他有几分的信心，
你得到几分法喜？这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有些人修学时间不很长，两三年就有很殊胜的成就，有人学了10年、20年、30年，没有什么成就。是不是聪明智慧有差别呢？当然有，那不重要。真正重要的，你对这个法门修的信心，对这个法门修学的法喜，关键在此地。所以现在佛教，我们利用这些高科技，用卫星，用网络，这很方便的，学的人很多很多，真正得利益的呢就不很多了。原因在哪里？在沉浸真诚恭敬，也就是在信要。你看信要就是一心，信要是从真心里面生的。我们对于他还有怀疑，这心就不真了，就妄心了。心里面还有夹杂，夹杂自私自利，夹杂名闻利养，夹杂五欲六尘。你心不干净嘛，所以修个20年、30年，没什么显著的进步。道理在此地，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修一辈子到老死还不能得意啊！走的时候还是迷迷糊糊啊！所以这一句关系我们的往生大事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又探寻积善，这是华严经的注解60华严第三卷里面讲的，一心者心无一念故。就是只有这一念，没有第二念。第二念则是意念。里面夹杂二念在里头，一心就没有了。叫二心。所以禅宗里面参究，它不讲研究。我们世间人都是研究这个问题你去研究研究。佛门不说研究。为什么？研究是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三心而已。参究怎么讲法呢？不用心意识叫参究。不用意识就是不要用分别。
啊，时时分别，第六意识。啊，不要用意，意识执着，摩那是意。啊，心，心是阿赖耶。啊，阿赖耶含藏习气种子，我们现在人家落印象。啊，印象落在哪里？落在阿赖耶里头，所以阿赖耶叫藏识，藏识，藏识仓库。啊，无始劫来一直到今生，起心动念的印象，通通记录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好像是个电脑仓库。啊，无量劫来东西都在里头。啊，所以你能够回忆，你能够再把它调出来。啊，那参就是这三样东西都不要。都不用，那叫参，立心一时参。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叫参。啊，那这不用这些心，这心用惯了，不用这些行吗？那用什么呢？哎，不用它，真心就出来。你看，只要你不用分别，妙观察智就现前了。你不用执着，执着是莫那，平等性智就现前了。你不用阿赖耶，大圆净智就现前了。啊，叫四智菩提，前面五十叫尘所作智。这四种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没丢掉，只是因为你有了阿赖耶识了，啊，有八十五十一心所了，他们就不起作用，啊，就被障碍了。你不用假的，真的就现前了，啊，用假的，真的就不能现前。楞严经里面教光大师讲的舍识用根，就这个意思，那就是禅。不要用意识啊，六识，要用啊六根，根中之性呢，那用见，用什么见呢？见性见。那听呢？听用闻性听，用闻性去听。啊，不要用耳识，不要用眼识，眼识有分别，耳识有分别。见性没有分别，闻性没有分别，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分别。那是六根的根性。用这个方法就跟诸佛菩萨没两样。诸佛菩萨他们用根中之性啊，六根的根性，他不用六识。这个东西讲得不错啊，谁会做呢？没人能做得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楞严唐朝传到中国，也是非常不容易。这是印度，所以印度佛教以后没有了。我想与这个都有关系。啊，心量太小了。啊，这个好的经典是过薄。啊，禁止流传到国外的，啊，国家禁止的，
啊，巴拉密蒂法师在印度人，啊，知道中国人，具足大乘根性，啊，把这个经典送到这个中国去，啊，那时候手写的本子，啊，他写在很细的这个卷上，写了很小的字，啊，写好写成之后，把自己的胳膊剖开，经藏在里面，再把它缝起来，这样偷渡到中国来，啊，因为他前面偷渡两次都被海关查出来了，啊，第三次用这个方法带出来了，坐船带到广州，啊，把这部经拿出来，中国人知道有这部经，但是没人见过，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都没看到过这部经典，那过保不给你看的，啊，所以出家人很难得了，啊，这是国家的秘密的时候，啊，送到外国去了，所以经送到中国来之后，啊，翻译完成，他就回国，啊，回国说接受国家的惩罚，这是佛教徒啊，要一般人出来到中国，中国对他的非常好啊。啊，以过失之礼对他了，何必回去呢？用不着了，啊，他还是要回去认罪，啊，接受国家法律处分。啊，那么早年的翻译都是用天台大师的三执三观来解释《楞严经》里面所讲修行的方法，啊，是很接近，因为三执三观，他用的是意识心，啊，不是舍是用根。可是佛在《楞严》上讲的意思，确实是舍是用根，啊，你才能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焦光大师的注解现在都有流通啊。他的序文里面写得很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想给楞严经做新的注解，啊，跟古人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就是用舍是用根，还没开始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但是寿命到了，接引他往生，他见了阿弥陀佛，就把楞严经这个事情向阿弥陀佛报告，啊，能不能啊？佛陀能不能呢？就给他一个假期，啊，向他请假，住楞严经。楞严经住好之后，佛再来接引他。阿弥陀佛就同意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就走了。他住这部经，啊，所以这部经是向阿弥陀佛请假。啊，完成的，啊，很难得了，啊，舍是用根，到底用什么方法来修？没别的，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工作应酬，做不到舍是用根，你就用一句阿弥陀佛，
来代替舍是勇根，就成功了。啊，吃饭的时候不要去挑剔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啊，你有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不就用意识了吗？又是造业了。啊，把一切都看成平等法。啊，没有好丑。没有喜爱，没有厌恶。法法平等，啊，看的、听的、接触的都欢欢喜喜，不分别、不执着，啊，通通归阿弥陀佛，那皈依吗？啊，一切都回归到阿弥陀佛。这个办法跟楞严经上舍是用根没有两样啊！啊，这是我们能做得到啊！真正像教光法师的，那不是我们普通人做到的啊！那法身菩萨了，别说我们做不到啊，阿罗汉做不到，辟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做不到。这段心无意念啊，下面引用的止观四，这天台讲的啊，这个数目字是他的卷数啊，第四卷。一心者，修此法时，一心专志，心不语也。念老在这里挂壶里头给我们简单解释，指心中不缘其他一切事。啊，那么这一心专志就是阿弥陀佛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全放下了，这叫一心念佛啊！啊，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的，你跟阿弥陀佛就相应了啊。净宗古大德讲，一念相应啊，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怎么相应呢？一心专志就相应，心里面还有夹杂，不相应啊，我们怎样把这句佛号念好？决定的神呐，这个重要啊。下面又给我们说，又一心由离四四离而终，无余念呢，为四之一心。入实相呢，为理之一心。今一心念我世间四理，现世敬业学人，但身心切愿称念佛名，即是一心念我。啊，这是四念，四一心。一心难啊，
啊，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心专注，心不逾越，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也没有了，这是功夫成片啊。决定往生，生到哪里呢？凡圣同居土。如果是念到四意心的，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方便有余土。离意心呢，是十报专用土。不一样啊，这是欧耶大师所说的，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全在功夫的前身，这是念佛功夫啊。那这也是三等啊，功夫成片，四意心不乱，离意心不乱。决定的神呐！啊，这样的功夫要在平常养成。啊，在我们现前得到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从刘素云居士的报告，啊，知道一个信息，生病的人，病重，在加护病房去急诊，啊，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可是这个病人在急诊的时候所受的罪，所遭遇的痛苦，无法承受啊。他也说不出来，啊，人慧明说不出来，生嗔恨心呐，啊，怨恨心啊，这种心一生起来，就到地狱去了。你说这多可怕！啊，有一些学佛的同学知道，啊，家老人病重了，啊，到快要咽气的时候了，医生问要不要急救，啊，学佛的人知道不需要，医生也赞成，也同意，啊，知道急救也不过就是延长几个小时而已，你他那个遭受的痛苦。啊，那种怨恨很不容易化解啊。啊，可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法律啊，生病要是不死在医院里面，就触犯法令规章，你一定要送医院，生病一定送医院，死的时候一定要急救。你说不是把每个人都送到地狱去了吗？
那这个愿结得深了，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都可怕了。我们怎么避免？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走的是我们自在往生啊，不要到医院去受那个苦啊。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做到的，只要你肯放下。啊，你不肯放下，你就做不到。啊，这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说走就走。念佛人往生的时候，就是临终的时候，不生病啊，谈笑风生，跟大家告辞啊，佛来接引我，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说了就走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就是站着走的，啊，我在早年，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有40多年，我也曾经讲过几次，啊，我在佛光山教书。啊，台南将军乡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走的。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啊？我在美国旧金山讲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边的护法是甘老居士，他告诉我，他有个好朋友，啊，也是个老太太，儿子在美国念书毕业了，啊，在美国结婚了，养了个小孩，把他接去，啊，做家事，照顾小孩。因为儿子媳妇都上班，啊，他念佛，家里人也不知道，啊，因为早晨都上班去了，啊，小孩长大之后就上幼儿园了，都带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啊，家人团聚，一天没事情，他就在家念佛。啊，念了2、3年，真不错啊！啊，临走的时候没告诉家人。啊，走的那一天，他儿子媳妇起来了，老太太没烧早饭，烧早饭是老太太的事情，没烧早饭，就很奇怪，怎么今天老太太这么晚了还没起床？啊，推他门进去。他老人家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喊他不答应，一看的时候走了。有本事啊，本事真不小啊！遗嘱写好了，摆在面前，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也摆在床边上，后事他自己把它料理好。多自在啊！啊，他在美国这一段时间呢，一天都没有空过。啊，真叫万缘放下，一心念佛。
美国是人生地不熟，出去说话人家听不懂，跟闭关差不多嘛，没人跟他讲话嘛，他就念佛念成功了。这些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念到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是烦恼断了。这个我们也说得很清楚啊。不是完全断了。断了一小部分就行了。你看看，四一心阿罗汉嘛。阿罗汉有四果四相。换一句话说，它有八个阶级。八个阶级，第一个阶级通常都不算的。第一个阶级是功夫成片，还没有得到一些。第二个阶级就是初果须陀洹，他就算得一些。你看他能够把身见断了，不再执着身生活了，边见断了，不再有对立的念头了，成见断了。我们今天讲主观观念没有了，这就见取见跟戒取见，我们一般人叫成见，能恒顺众生了，为什么不能恒顺众生？成见很深，错误的见解都没有了。一心念佛，心里只有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断了。这是初果啊。华严经上十信位的初信位菩萨，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这个方便有余土，下下品往生。九品呢，它是下品。它不是在同居土啊。这个方便图里面九品，实际上就是华严经十信菩萨，从初信到九信，第十信呢，十信心满，他就证得初住了，那他就是理性不乱。他生离心不乱，是明心见性了。他就是十报土往生。这是真的，我们能真带得走的。其他这个妄想，这世间名闻利养、荣华富贵，一样子带不走啊！不搞这个了，那要搞真正带得走的。你在这上用功，到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正果，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啊，世尊有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一天，能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因为这个世界大起大落，你不大落就大起了，大幅度向上提升。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卧境界，所以那个地方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啊，它的好处是不退转。啊，这个地方是大起是好处，但是大落那伤害太大了。啊，所以总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安全呢、啊。啊，真有保障啊！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啊，经文里头一心念佛，有理有事，也有功夫成片，都包括在其中。啊。深信这三思量里面的信，深信不是信得浅的，那换一句话说，决定没有疑惑，决定没有夹杂，才算是深信。啊，还有疑惑，还有夹杂，信心不深啊，不深，那就得看他的福德缘分啊，要靠临终的时候要有人帮助他。如果自己深信切愿呢，不需要人帮助啊，他自己就走了，而且都是预知时至，什么时候佛来接引，清清楚楚，啊，分秒不差。啊，很多人他也不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人家来干扰他。啊，称念名号，这是心。所以这一句里头有信有愿有行啊，三资粮具足啊，这就是一心念佛啊。所以一心念佛里头包括三资粮，如善导大师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远。这个时节久远，我们今天讲你念佛时间长短啊，不在这个，在乎什么呢？念念不舍啊，就是净念相继啊，这就能成功啊。世界一心念佛啊，这就是叫做一心念佛，该从事若离，且四种具体是离啊，离跟四实在讲分不开，离中有四，四中有离啊，所以得离一心之后啊，这个四一心之后啊，往往他也就开悟了。四一心是定啊，啊，这一开悟啊，就入了离一心了啊。四一样修，
没有间断，但是心地与理相应，不再执着死，不但不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虽然不起心不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没有间断，如果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里头有起心动念就是事业心，没有起心动念是事业心。差别就在此地啊，还是放下多少的问题，彻底放下就是利益心啊，没彻底放下是私益心啊。真正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智慧比什么都重要啊！智慧才真正能够认知诸法实相啊！真正认知之后，不再执着了啊，才能彻底放下啊！这是我们没能彻底放下的，经教就非常重要。彻底放下之后，经教就不要了啊，它没用处了啊，它是方便法，它不是究竟法啊。究竟法是你觉悟了啊，觉悟了是究竟法啊，所以没有真正大彻大悟就不能离开经教。大彻大悟经教有没有一点关系的都不妨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以上第十九愿是因，第二十愿则是其果也。第十九愿讲发心念佛，第二十一愿里面讲往生净土，做阿惟越致菩萨，果报啊，这因果啊，这个因果给诸位说，不是普通因果，就是净业三福第三条所讲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就说的这个，说的是这个因果，而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不是讲的这个，啊，这个意思就深了，确实，很多菩萨都不知道，啊。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吗？啊，他们修得也很专，修得也很有成绩。啊，但是他们要修到阿惟越致，可不是简单事情啊！啊，真的要从啊。阿罗汉辟支佛一步一步往上提升的啊，那经历的时间不止阿僧祇劫啊。那么说到因果，
我们在这里也得补充一点，其实前面都说过，因为现在人迷得太深了，多讲几次，希望他能够听到。啊，我们讲世间因果。啊，在这个世界，无论他是哪个地方人，啊，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啊，什么样的信仰，几乎对于财没有一个不爱的。那都想发财，啊，也都想有聪明智慧，也都想健康长寿，这是果报啊。啊，这三桩事情啊，确确实实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超越了种族界限，也超越了宗教信仰的界限，啊，是人类普遍所追求的。啊，还乐此不疲了，想尽方法想求得，能不能求得呢？不能。为什么呢？没有因，哪来的果？啊，即使是强盗抢来的，啊，你看抢来之后，他平安无事的来享受果报啊。他命里头要是没有的话了，他抢来之后恐怕到不了一两个星期就被警察发现了，就破案了。啊，那可能还得判死刑啊。不但没有得到，还得赔一条命啊。所以无论用什么手段得来的，都是命里有的。你想那又何苦呢？啊，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你命里的福报啊已经打折扣了。自己不知道啊。啊，打对折都不止啊。啊，你命里都有100亿的财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你这一生可以获得50亿，自己觉得很不得了了。其实怎么样呢？其实也打对折了。你说冤不冤枉？啊，真的，有的时候不止打对。不止对这，啊，我们是举个例子让大家晓得。啊，财富从哪来的？佛在《大小乘经论》上常常说，是从布施来的。啊，财布施啊。啊，这一生当中你得的大富大贵，前生修三种布施，啊，真正大富大贵不是一生修的，一生修不到那么多啊。啊，
一般讲的是三世、五世，还有十世，这个福报就大了。十世修因，这也是果报现前，那是大福报现前。我们中国人常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人知道这个道理，知道因果的道理，他就心安理得。他不去竞争，他不去追求。好好的自己修因。这一生修因，这一生没有享受，这是什么？累积在那里。来世再修。再来世还修。这是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的人家了，那个命是怎么来的？不是上天赐给他的。也不是佛菩萨加持给他的。全都是自己修自己享受。佛家讲的自作自受，这个道理要懂。要有端正的心态。要好好的把德行修好。为什么呢？德行修好，你不堕三恶道啊。你修的是人天福报。如果没有德行呢？没有德行啊，你修的那么大福报的时候，可能到这个畜生道享受，恶鬼道享受，这很多的，很普遍的。还有到修罗道、罗刹道、魔道，那福报都很大。那是德行不完具啊。所以轮到到那一道去了。那一道享福，他造罪业，造很重的罪业。福享完了之后，大概都是地狱境界现前。这错了。佛在经论上经常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些事情不应该做。首先是端正心态。遵守十善业道。不违背戒律威仪。你在六道里头能够保住人天的身份，不往下堕落，这是佛教给我们第一重要的大事。所以修福还是其次。前面跟诸位讲过嘛，这个业有两种，一个是营业，一个是满业。营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身。这个东西不是阎王，不是上帝给你决定的，不是。是你自己业力主宰你。
啊，我们把道德、伦理、道德修好，这是引业，引导我们到哪一道去？啊，决定不要到三恶道，也不要到罗刹修罗。啊，那一道现前是不错，将来很麻烦。啊，后果不堪设想，就不到那一道去。那么伦理、道德、因果，就不能不知道啊！啊，如果我们这一生满业不好，满业不好就是我们布施修得不够，啊，所以物质生活比较困难。不怕，可以补救。啊，我现在多修。啊，这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我向他老人家说，没有钱呢。啊，每个月赚的那点钱，仅仅勉强生活，没有多余。啊，很简单，很辛苦的生活。啊，大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有，可以。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也可以。他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就不是。啊，我很听话。啊，所以老师很喜欢我，听话嘛。啊，一毛一块怎么个不施法呢？从前不上寺庙啊。啊，学佛之后呢，就常常去寺庙。哦，寺庙里头有印经的。啊，大家凑钱，拿个单子来，啊，不管你捐多少都没关系，一毛两毛也行，啊，他也收。啊，那这就很方便了。啊，我们就常常修这个随喜功德了，这个放生。啊，慈善救济都拿了个小布子啊来捐款。啊，我们就是少的一点点做。这样做了大概啊三年就有效了。就有效果了，哎，收入就多了，真的是越施越多啊！啊，我告诉诸位，我买第一套大藏经，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非常辛苦，三年的积蓄，啊，每个月省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我花钱最少的一个月的时候花八块钱，台湾钱呢？啊，台湾钱跟美金对比的时候，是一块美金30块台湾钱。你看我一个月花八块钱，最多的没有超过20块，不到一块美金呢。啊，30块才有块一块美金呢，那么样的艰难。啊，钱剩下的买大藏经啊，第一套大藏经太辛苦了。啊，那现在我送给全世界的送大藏经，我的目标定在10000套啊。啊，送四库全书啊。我送了100套啊，送四库会要的时候，我现在又订了200套，以前送了60多套，越收越多啊！啊，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
啊，才不是，才用不缺乏了。啊，法布施，我们大部分这个财都是印经，印这些善书，经的是善书，这些书是法宝啊，啊，释出世间的法宝。啊，讲经教学也是法布施啊，要用精神，要用体力，这叫内财布施。啊，这个果报不但长聪明智慧，还健康长寿。啊，身心自在，法喜充满。啊，所以我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啊，没有老师的引导，哪有这样幸福的一生呢？在这个时代，幸福生活有名无实啊！啊，那么我们得到了，谁给我们老师指引指点的？啊，要不是老师，我们怎么知道？啊，无微不施，这个我从学佛的时候就重视了。啊，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打猎，杀害很多众生。学佛之后才知道错了。啊，所以放生，啊，帮助一些苦难众生，我们都尽心尽力做。啊，特别是生病的人，啊，临终关怀，啊，做这些事情，啊，不是医药，啊，这个都是术语，无微不至，啊，所以我不能生病啊。原因在哪呢？医药费布施掉了，没有医药费。啊，你们都买了医药保险，准备什么？准备生病，肯定要生病，要不然这个医药费没地方开销嘛。啊，我不生病，你说医药费已经布施掉了，没有了。啊，所以不能生病，一生病就往生。啊，所以理搞通了，就明白了。不再做傻事了啊！生活越简单越自在啊！什么叫幸福呢？心安理得就是幸福。理明白了，心安了啊！现在人讲没有压力。啊，身体没有压力，精神没有压力，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这就是自在啊！啊，每天读经，跟佛菩萨往来。啊，世间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我们跟它保持距离。啊，你看我应该差不多有50年没看电视，没有看报纸，啊，这个报纸、杂志这些东西我都不接触了。啊，年轻喜欢逛书店，现在书店不去了。啊，我去过2次。觉得书店的磁场不好，不像从前，60年前的书店磁场不错，现在的磁场很不好，但那些书里头都乱七八糟的，啊，所以现在不去了。啊，
应该回避的尽量回避。啊，佛菩萨、圣贤人，我们应当接触接近的，尽量接近。读圣贤书，就是接受圣贤教诲啊。啊，天天提升自己。消灾免难呐！啊，这就能够化解、救度这2012的灾难呐！啊，我们相信佛所说的，相信科学家所讲。啊，现在的科学家讲的一些话跟佛法越来越接近，啊，很难得。啊，我们距离2011就在眼前了，越来越近了。啊，2012是不是像预言所说的那么大的灾难？我的看法不太可能。什么原因？灾难肯定有，这个世界还有不少善心人天天为这桩事情在祈祷，在忏悔。啊，就像美国布莱登先生所说的，啊，我们应当端正心念来对待这桩事情。啊，他教我们全世界的人应该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这个世界带向最好的方向，啊，更好的方向。有人在做啊，啊，科学家还告诉我们一个数据，以全世界人口的总数1%的平方根，大约8000人，就是意思就是全世界有8000人能够真正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态，这个地球上灾难就能化解。66-7亿的人口，8000人不难啊！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上有8000人。肯定有8000人，他们来拯救世界。啊，这里头肯定大部分都是各个宗教的信徒。啊，认真来学习。啊，让我们真正担心的，实在讲呢，真的是怕核武战争，对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像对预言这个态度，这是个麻烦事情啊！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这个时代还不至于发生。
啊，为什么呢？人还有一点理性，啊，知道这个事情是严重的问题，但是下一代不能保证了。啊，你看现在小朋友，他们玩什么？啊，你看他们所想的，他们说的，他们所做的，啊，电脑上玩杀人游戏，我们就怕他，他长大了之后啊，拿到原子弹来当游戏了，哎，来杀人游戏呀。这个地方丢两颗，那里丢两颗，啊，他会这样干法。现在储存的核武数量太多了，啊，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他们估计至少全球有75,000枚，而且每一枚这个原子弹的威力，最小的也超过广岛长崎的10倍，啊，有超过20倍的，乃至于100倍的，还有更大的。一颗原子弹就能毁灭一个城市，全世界恐怕还没有7500个都市。啊，所以谁会发动这个战争呢？神经病啊，疯子啊！现在这个世界神经病人太多了，这比恐怖战争还可怕了。啊，唯一今天抢救的方法，就是提倡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因果跟宗教教育。啊，这是我们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都要救啊，大家联手来拯救啊，有社会啊，要把宗教回归到教育，才能够产生效果啊。宗教如果依旧停留在祈祷这种方式，这个方式社会许多人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祈祷有没有效果？科学家证实了有效果，特别是集体祈祷啊，我们佛门的法会就是属于集体的祈祷啊。但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啊，化解灾难社会人不相信，社会人说根本就没有灾难，你们胡造谣言啊，都不能相信啊，一定要回归教育啊。那么今天全世界出了这么大的麻烦，实际上就是教育，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伦理教育，没有道德教育，没有因果教育，没有宗教教育，才产生这个问题。啊，宗教能够把这个确实补过来，宗教对于社会贡献就很大了。啊，人们再不会说宗教是迷信了。啊，所以这是当前比什么都迫切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用很多的方法。啊，建议联合国世界宗教和平组织。啊，他秘书长跟我很熟。啊，我常常劝导他，提醒他要团结全世界宗教，要劝导宗教通通回归教育啊，
弥补现在社会上确实这一堂课程啊，我们来做啊，这是无微不至啊，不但长智慧啊，也是健康长寿啊。啊，所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真正相信，真正肯干，确实可以满你的愿，如愿以偿，真实不虚。啊，这是讲世间因果。那愿文里面十九愿跟二十愿，这是除世间的生因果，这是大事啊！为什么出六道难呢？太难太难了，几个人能超越六道轮回？那我们懂得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特别是执着啊。那我们想想，这个世间人谁不执着？头一个执着身生活啊，从这个执着里面就生起了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起心动念，没有受到圣贤教诲，不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啊，念头一起来，都是损人利己。每一个人都是损人利己，这社会还得了吗？啊，所以冲突矛盾啊，斗争就普遍了。古圣先贤遗留的这些美好的传统都不复存在了啊，所以教育就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下面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很清楚啊，若人如第十九愿发心念佛啊，文明发心啊，在临寿终时，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众前来接引，现其人前啊，临终时你就看到了。啊，今天这个世界啊，我看到一些外国这些报告啊，特别是精神科的医生啊，他们做的临床试验用催眠术啊来探讨濒临死亡的那个经验有很多真实的例子啊，我自己本身也有过两次啊，45岁那一年有一次，79年有一次
这五年前有一次啊，真的可以走啊。五年前我看见到佛啊，佛来接引啊，我听到一个声音在我后面，我看佛，我没有向后看，不知道是谁啊，问我你还有没有牵挂，还有没有顾虑，还有没有想要见的人，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问了我好多，我说一看没有。我说我就希望佛能带我一起走。我还附带一句话，如果佛要我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帮助苦难众生，我说也可以。这样就醒过来。我心里想的时候，那一年是该走的。留下来不是为我，我没死了。留下来是帮助这个世间苦难众生。也许留下来就是讲这部经。这部经确确实实可以帮助末法9000年的修念佛法门的这些众生，对他们很大的帮助。夏老居士的汇集，黄念老的注解，我们在此地做详细的分享，让这个法门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个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看到佛来接引了。经须臾间，这个须是很短的时间。黄念老也很难得，他找到居大集经，即经至48分钟。这大老人家这个查经，是这须臾到底是多长的时间？48分钟，这用现在的时间48分钟，彼人即往生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这个可不得了了。阿惟越致是不退转，这个地方说的还不够详细，不退有3种不退。这个不退是3种不退通通都有。我们通常讲不退转，小乘须陀洹它就证第一个位不退。这是圣人了，不再是凡夫了。我们讲超凡入圣了。在大乘呢，华严经上讲的实性位的初性位菩萨就是圣人，跟须陀洹一样，位不退了。再往上提升是菩萨，菩萨是行不退。你看阿罗汉、辟支佛，在行上还有退行的，菩萨才不退行。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阿惟越致，念不退。这是最高的了，所以叫圆证三不退，圆满的证得3种不退也。阿惟越致是华严经上初住以上，就是41位化身大士。都叫做阿惟越致菩萨。
这还得了吗？这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实际上它是平等世界。啊，为什么呢？因为通通都是阿惟越之菩萨，这平等世界。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之菩萨。这一愿非常非常重要啊，让我们了解往生极乐世界有些什么好处啊。啊，这个好处在整个佛法里头都找不到，只有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都没有。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要想一生成就，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啊，这个你要相信啊！啊，你不相信也应该的。为什么呢？佛说难信之法嘛。啊，所以不相信也是应该的，我们能理解。啊，但是你相信，相信你这一生就做佛了。啊，那你要不相信的时候，这做佛的时间还很长很长。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